就有一个啦。嗯，再跟什么乐乐乐色烂地方，都是什么五的。那没东西呀、啊，乐色，铁的。等下有车，有车，有车。还好及时闪过。那没东西给我，啊，算了。没东西啊，没东西。嗯。现在也不能干嘛。
先往我们标的点那边前进吧，就只能这样。好，到了我们标的这个点呢，那我们就进去一一的搜刮物资吧。对，搜刮一些东西。没东西啊。那捡到二级的防弹衣。现在人数还有45个，那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这个装备能不能活下去啊？应该可以吧。应该可以吧？好，我不知道。我平底锅，好赞。怎么跳不过去啊？哦，好，可以了。这些东西捡捡。没事，没事，我没有用到这个，我没有用到那个物料，我也不用了。好，他走。那这可以走。没有了。
就往安全区跑，安全区，好吧，应该可以到，还有2分钟。红色警戒区在我旁边，对。可以，我们到安全区，那我们看到一个人，我这样只能靠走位，然后找队友帮我，然后队友帮不到我，天哪！好，我队友还在，我来看一下吧。他应该也是没什么机会，那个圈在缩小。那我们就只能到这里结束吧。然后，对，队友不知道在干嘛，我们就只能在。是结束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想法的话，也在底下跟我说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